却铮铮硬中，国光帮忙。我觉得那个影片哦，第二位跟第三位是不分宣传一样厉害，这么厉害。照片的话可能还好吗？更难比。那请问一下，跟第一位，他们都几点了？都过去四很久。怎么办？哇塞，这个鹏哥受不了，好热啊，好热啊，好热！东西这个是，这是一个拜观音的感觉，对对对，你看他小腿，有没有？哇塞，你！我跟你讲，这张照片最可恶的一点是哪里？你知道吗？那个这个地方还翘起来，对，真的，这个最朱老，我们可以帮他说吗？而且你冷静，这个太来说的有想象空间，这张照片真的真的哈，对对对，这一定了。我觉得他这个裙子折起来，这个太狠，对。硬折，来姿势太紧，请举牌。你会比较想看到哪位？我举这两张，你会选择哪一张？一、二、三。哎，三号借我，三号借我。我多投几票，都是投三号的嘛，懂什么？这样这样不行，这样目前的话就是三号输了，所以我们要三号先出来，就是就是要出，对，目的就是要他先出来。进去，都不用录影了。好。这个厉害了，欢迎！厉害！哇塞，腿真的很细，来这边，哇塞，是不是？来这边请。你们好，谢谢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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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我们是谢谢谢谢，我们是来宾的，来宾没有输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看多可爱！哎呦，哇塞！你来过我们国光吗？来过啊，我是无双乐团的。哦，无双乐团，哎呦，哦，是是是是，单飞了。对，单飞不退团。讲话这么客气哦。杨楠，你好，一直看小本都被抓到了。杨哥，哦，这是你第一本写真集。对，第一本写真集。这是一个心情故事写真集，对。对，就是一个日记的，跟粉丝们分享这样。那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？因为太工作太忙了。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有才华的男生。有才华男生。这边三个，如果要去吃饭，你想跟谁去吃？我可以一起吃。啊？可以一起吃？你最好体力有这么好了。请受小的一半。没有，我是觉得说。没有啦，就是第一印象。我可以一起。我喜欢会弹琴的男生。弹琴，所以会做音乐，会做音乐的人就很欣赏。哎呀，令旗哥，谢谢谢谢。其实应该是你的菜，因为他的腿不是有那个你要的洞吗？没有，我不要洞。我刚上节目讲话，可不可以不要那么自然？腿的比例很好啊，对不对？很好，对，很修长，对不对？你我懂了，你讲那个洞是长得很奇怪的，它的线条是很，他讲的有点像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好不好？走个秀给我们看。哎呦 ，music， 腿好细哦。哇，好会，音乐不要停。music。哦，他得意啦，他照啦，照了，你照了，好，同样可爱哈，写真集一本多少钱？一本399，怎么那么便宜呢？卖499，哎，明天改499好不好？明天改。好，那个这个第一次出专，这个写真集啊，心里会不会紧张？会啊，因为在人生中，因为我是学音乐的，所以在人生中没有想过说会出一个写真书。可是我很喜欢拍照，是，对啊，所以就出了这本。这是拍这个你
这个虽然有点害羞，可是以我工作的态度，我是非常喜欢这种照片的，而且我会想要收藏。这可以送我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这个动作是你自己发想的，还是摄那个摄影师要求？他们有一些参考这样。参考，对。那你今天穿这样，意思就是现场要对表演。好像是同一条裙子哎，是不是同一条？是同一套、啊，也同一条丝袜吧？那因为它后面这边也有一点，有没有转折？有没有？翘翘，没有联系呢。这套衣服我们这套已经买下来的。我的死爱！啊，开玩笑哈。但是拍这张照片对你来讲是第一次的经验。对啊。看到成品以后高不高兴？嗯，觉得摄影师很会拍，是不是？虽然拍的有点久。下次我来拍。真的吗？拍到你叫不敢。而因为你这种姿势，摄影师他会调的比较久。我也觉得，我就觉得奇怪，这个要技术的，去把他的光卡给我抢回来。气到了，大家 share 分享了，对啊，好不好？但先把谁的先把红糖那个先删掉。干嘛在外面拍很久哎、欸？真的假的？对，而且我骑脚踏车是淋雨哦。真的、啊，那个是路程的关系。怎么会拍那么久呢？对，因为那路程都没有摄影师，你去绕到两个小时再回来。比较久。对啊，骑过了山头回来看会不会瘦一点？对对对。好，谢谢你为我们节目牺牲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谢谢。四号你好。哇塞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哎，自我介绍。我的三围是32C 24 34 32C 啊，对 C。 你来干嘛？健康啊。健康。三几 C 啊？32C。 他来干嘛嘛？哎呦，不是，他是摄影师是帮拍的那个人。好，那 OK 啦。你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好，决定领域是多厉害？大家都叫我黄金双腿。吐血。哦，黄金双腿的，对，两只踩到大便就对了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沮丧，改变。我是运动甜心，我在国光 TV。平常其实每天都会运动，都会去健身房运动。其实我还蛮喜欢做就是 V 字型的，就是整个人身体就是会变 V 字型，然后训练我的就是马甲线。我们一定等不及了吧？赶快来看我的绝对领域吧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好厉害！好强！刚刚看那个影片，感觉怎么样？哇，他伸展那个，啊、伸展那个有没有？那个两个缝，不是两个缝，就是两条腿的啊，就是。对，一样，对，莫名的薄，可是你刚刚看到薄什么、啊？莫名的薄，莫名的薄，就像换人博得您的，对，欢喜，放心，恭喜这个看下来，哦，不能这样我会分心，这样看下来这段影片应该是我喜欢的、啊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运动型，运动啊，然后天天去运动，然后也可以看到线条，还有腹肌嘛，对不对、嗯？然后对，看到喝水的时候就喝水、哦，喝水，嗯。哎呦，尤其他躺着的时候很棒，对 ，sexy。一、二、哇，太扯了！那不是你，再给我涨红一点。谁啊？啊，血压高啊！赶快叫你出来啊！投票。二号。有四号，有嗨，来，请选择。哎，来，有人少一个吗？没有。哎，一、二、
三。哎呦！哎呦！那我们就先请四号出来。好。干嘛啦？关起来。怎么了？你是男的。哎，这个场面是什么？一。啊，小爱啊，对呀、啊，是我。小爱，你真的有腹肌哦。你是男的。我有啊，哎，女生马甲线很好看哎。嗯。对啊。转侧面给人家看一下。哇塞！哇塞，可以转我们这边吗？不想。你到那个孔令奇前面去起立蹲下。他喜欢哦。嗯，预备。起。Hello。你要先拿钱出来啊！干嘛拿得过来？你们刚刚看他那个换我那个脸啊，换我换我，很穷你知道吗？有分好坏你知道吗？你这种是属于台湾不国光的 OK， 每次来都是 OK， 自己在说你换我，对啊，很漂亮哎，很漂亮，真的。对，平常有在运动，哎，看不出来是你哎。真的吗？嗯，真的那么小，是不是胸部很厉害？你是底裤女王啊！对啊，你出门都穿底裤的。因为其实我很喜欢穿很短很短的裤子，因为我觉得我的腿线条很好看，所以我就喜欢穿短裤。然后私底下他们都叫我底裤。哎，短跑国手啊！真的假的？我跑超快的。你说多快？什么国手？100公尺。哪里？你跑多少？我跑最快可以12秒。哪个地区？算蛮快的，算快了，快快快！全台湾不是说特别的高，然后还有比那种国际的那一种，对，超快，嗯，是短跑，嗯，12秒54。有得过什么奖牌吗？得过有哎，香港的什么国际赛，然后第6名的样子。哎呦，想进入决赛就对了，对，那种国际的。哇塞，那今天招待我们。绿茶秘密遭爆料，现场大崩溃。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喜欢就是好笑的，好笑的幽默。绿茶，绿茶，绿茶，对，还不错啦。哎呦，谢谢，但是他画眼线，绿茶单身。